you bought a boat yeah but it wasn't for me it was for a friend you bought a boat yeah but it wasn't for me it was for a friend uh, monica you bought a boat 你买了一艘船？嗯，对。然后 Jill 呢？然后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比这个 dumb blonde 的这个骑士，然后就是没有 common sense。OK，这是很代表 Jill 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很代表这种味道的。他就说，Yeah，but it wasn't for me，it was for a friend。对，所以那么多钱买个艇？对，可是重点是别人说 you bought a boat，而且 Monica 说的这个语气呢，就是有一点在呃责备。 对不对？就说你，你买了一艘船，你开玩笑吧？你,你竟然、呃、对啊、呃！那这个时候，Joe 就说：“对，可是你看他这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这个借口是什么？可是这艘船不是给自己买的，这是什么样的理由啊？这是什么样的借口啊？”他说：“这是给朋友买的，right？” 所以就是会，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他几乎 Joe 说的每一句话呢，都会听到人在笑，因为他的这个这个嗯。 这个思维思维的想法就很不一样，嗯、对不对？Boy did we make friends with the wrong sister? Boy did we make friends with the wrong sister? <laughs> Chandler c h a n d l e r 就,就是非常讽刺的，总是 Chandler 的风格说，Boy did we make friends with the wrong sister？这个 boy 在这儿不是指男孩啊，不是，不是，boy 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感叹的一种说法，就是 wow 的意思，这是就是人像 wow。<我>哇 有点像天呐，天呐，对啊，对对对对，这个 boy 对，<laughs> 然后嗯，um, 经常用会用这个结构，就是 boy did we do something，boy、oh, did we do something，叫 boy did we do something，对，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啊、哦，这个怎么表达呀？就是 boy did we do something，嗯、um,，就是比如呃。Uh, 呃，OK，我我我我我 OK，我我觉得这个公司会呃，他们的股票会会跳很高，所以呢，我今天把全部的家里的钱全部都投进去他们的他们的 stock，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后，这个公司就呃 bankrupt 就是怎么说？破产了啊，破产了，对我全部的钱也都没了。然后你就可以说，Boy，did you make the wrong choice？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儿？嗯，哦天哪，我们。 做错了什么事儿？对对对，就是这种的。就平时呢用不到这种的句型，它只能就是这个句型是表达这一个意思，就是哇。 你你你真行的这种的语气，然后可是具体说是什么东西做错了？OK，、哦、对你真行啊，把全部的就是钱都就这样就没了。嗯，对，所以就是 c h a n n e l 也是在用这种说法。嗯嗯、你想，Did w y 本来是一个问句，对不对？对，但是这里它是个感叹句。对,对，就是很奇怪啊、嗯。然后这就是一个定下来的一个句型。然后记得它是表它表达的意思，就是第一就是天呐，哇哦，哦然后第二呢就是、嗯呃、我们真行啊。对对，真行啊，嗯哎、对，然后是是那种反馈。 话的那种的说法，是、嗯、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挑错姐妹了。对对、嗯、对，对对 <laughs> 说 Boy did did we make friends with the wrong sister？这是一个陈述句啊，<对>嗯、一个强调句。对，我们真行啊，我们真有眼光啊。对啊，我们真挑错、呃、朋友了，差不多是这个。<laughs> 对，这这姐妹里面挑错了。对,对,对，这个这个句型也可以，就是多加这个 wrong 的这个，就是 Boy did you choose the wrong？ stock price, 或者什么这样, stock company, whatever. 嗯,就是你就, Boy, did you choose the wrong something? 嗯,也可以,很常见, I knew it was stupid, and I know I shouldn't have done it, and, but she bought me all these CDs, and she said I had a really cute haircut. I knew it was stupid, and I know I shouldn't have done it, and, but she bought me all these CDs, and she said I had a really cute haircut. 结果就说, I knew it was stupid. 我知道这事儿吧，很蠢。And I shouldn't have done it。我确实也不该这么做。对。这句话听着还挺正常的。对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对。Shouldn't have。Should not have done。对，shouldn't have。大家知道这件事儿吧？哈，就是我不该做，但是我做了。对，我当时真不该，不应该做这件事儿。我不做，但是事实上我做了哟。哎，我做了。然后他就说，But she bought me all these CDs。 and said i had a really cute haircut. 但是呢,she bought me,他給我買了啊,叫buy somebody something,是不是?就是給某人買了什麼東西,這裡是過去式,she bought me all these CDs. 對,哇,他給我買了好幾張唱片啊。對,對。and said, my i had a really cute haircut. 我有非常非常可愛的,非常漂亮的一個髮型。對,一個haircut. 所以就是又来了，他就是这个世界观点跟正常人的、呃、不太一样。他前面就是承认了，对对，很蠢，我不应该这么做的。可是呢，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给我买了 CDs，然后他他他他表扬我了，就就，然后我就给他买了收船所以我给他买了收船对，所以就是，you know，it's it's just it not normal，right？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o And usually I just cry and say I'm sorry And then he forgives me 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I know And usually I just cry and say I'm sorry And then he forgives me Oh, uh, Chandler 继续发话了 Chandler 而且, She's immune to sarcasm 嗯，um, 他对那个讽刺他是不理解的，对他听不懂，他听不进，他就是就是 c h a n l e r 的说的这些话，他只能听到这个字面的意思。可是你知道 c h a n l e r 说十句话，有五句都是反话，对不对？然后 c h a n l e r 就是接接着说的这一句，就是听听 Jill 的这个借口呢 c h a n l e r 就说，然后你爸爸他就说，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你爸爸现在还不理解吗？对，然后就说，难道你爸爸没法理解你这个道理吗？就是有点，就是非常反话的这么说。 然后舅舅回答：“I know。” 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这个、完全就听不懂。嗯，对，他就听不懂 Chandler 这种讽刺。也许他不认识 Chandler，可是就是他就是对吧？对嘛？你也对，你也懂嘛？就是 you see my point，有这种感觉。对啊，你懂的。你看爸爸不懂，对，你懂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就这儿哈、啊。好，今天的第一句连读出来了。对，所以 and your 啊、呃、的这个呢，就是经常跟别人啊、呃、聊天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 and your。 或者 anyer，呃，接着别人刚刚说的话、嗯、，OK。所以，比如你再给我聊，呃，给我解释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接着，哦，呃，然后得得得，我就帮你说了下一句。那这个我们都会接着一个 and your，那这个连读呢，and 我们会弱读成一个 n 的音，然后跟 your 啊、呃、your 也会弱读成一个 yer 的音，然后再连读，它就变成 anyer。 Anier，Anier，对 Anier，Anier，对 Anier。以后所有的 And Your 都可以这么读吧？对对，Anier，Anier，这就是一个最地道的表达方式，<Okay. S 2> 然后听到的最多的 Anier，嗯，叫 Anier <对>。An 那 <In your. S 1> 对，那下一个呢？他就有这个 daddy 的这个说法，然后他故意用了一个比较呃、uh, immature 的小朋友才叫爸爸叫 daddy 嘛，小女孩的这种的的这种说法，因为 Joe 就是表现得非常的 immature，幼稚，幼稚，对，所以他就说 i n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那 didn't 这个字我们已经聊了无数遍了，对不对？的<对>、啊、这个发音，啊、呃，那再聊一次吧。<laughs> 所以 didn't don't 的这个第二个音节呢，第一 didn't don't，第二个音节的的的音会省略，这是一个喉音停顿，然后就变成 didn't，OK？、Okay? 可是 didn't 要连到 under，所以就是 didn't under。可是问题是在美式的发音里面呢，这个的的音也会省略。 Okay, so from did in thunder,就变n变成 did in under, in under. Okay,所以这四个音节都需要练习的 did in under是一个under对对这特定音律了 okay, so in under对 did in, in, under, oh. 对, and, in understand, okay? and your daddy did in understand.所以我们也有两个重音daddy的d然后understand的stand。So Okay, How? your daddy? 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Didn't understand. And your daddy? 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Didn't underst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八个音节，大家要多练习练习。嗯、哦，九个音节是。同时，如果听就是这种的 Friends 电视剧，或者听外国人跟外国人讲话呢，就是经常会，比如他们说的太快跟不上。呃，其实因为就是很多的这种 enier 的这种的地道表达方式 enier，导致你听的时候呢完全听不懂，因为跟官方发音差很多。然后在最后呢，呃，你在那边专心的想 enier 是什么东西，后面的 daddy。 Didn't understand. This is the first the 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对, and your daddy didn't understand. And your And usually I just cry and say I'm sorry. 通常呢, 啊,哭哭鼻子, mm. I just cry,哭闹一下。I'm sorry. And he forgives me. Oh, yes, good criers, the green girls. <laughs> I mean, I mean the, uh, you know, the, group, the green sisters. Man, no matter how you say it, it still sound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green people. <laughs> I'm at rock bottom. Oh yes, good criers, the green girls I mean, I mean the uh, you know the, gr the green sisters. Man, no matter how you say it, it still sound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green people. I'm at rock bottom. Ross 这个时候忍不住发话了，对，他就说，Oh yes, good criers，而且这个时候他在用一个特别的那种的，啊、uh,，pretentious 的的的。 做作的一种呃<对>语调，对，就就一开始就啊、oh,，yes 的这种的说法很呃比较英式这种的 <laughs> 的说法，可是美国人要装的做作的时候，就会模仿一个英式的口音。哎呦，你们美国人，<laughs> 对，呃，然后他就说 <laughs>，Oh yes，good criers，the green girls。 这两句话一定要联系起来。嗯啊、uh,，good criers 是那种得有特别会哭的人，特别会哭。啊、嗯 uh, criers 就是哭的人。对，那 good criers 就是特别会哭的人。对,对，懂怎么哭。<laughs> 特别会哭。<laughs> 对，特别会哭。嗯，好，叫格林家的女孩。对，呃，那这个翻译呢就完全没问题。当然，它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英文的这个时候呢，就听得很奇怪。The green girls 听得像绿色的女孩，对，绿色的女孩。 因为这个发音嘛，然后他就他自己也听见了，然后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纠正了。他就说，I mean the Green Sisters. Oh,我的意思是，我专门指格林家的这对姐妹花。对，然后他就又想一会儿，然后说，Man, no matter how you say it, it still sound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green people. <laughs> 天呐，他就自言自语，像在纠正自己的一个语音的错误一样。对、哎、对，对对对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说，<对>这音儿吧，still sounds like，对，还是听像上去像。你在聊一些绿色的人。<laughs> 你说他说这话是时候吗？就是、对、啊、对、啊，因为大家就在看着他嘛，然后就想，哇，是。 到底该怎么表达这个意思啊？怎么说都像在说绿色的人。<laughs> 经常也有这种感觉，说汉语的时候。是吗？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还就是看着他，因为他是他是想开个笑话笑话嘛，然后让大家笑，可是没人笑，然后他就在解释，然后又解释，然后在最后就是他就说了一句：“I'm at rock bottom。”这是什么什么意思？OK，rock、okay, bottom 就是一个人现在生活的状态就是特别惨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rock bottom。到底儿了。对，已经没法更更。 更惨了，更底儿了，谷谷底了，底了已经 <laughs> 对，已经就是碰到石头了，对不对？啊、um,。所以就是 rock bottom 的意思，就是现在的的状态特别差，是现在的情况特别差。然后他就是在在在在,在说啊，我我今天状态不好，就没没法开他们的玩笑，<笑>我,我,我没救了，对，没劲儿了。那 <laughs> <laughs> 这句话咱们平时口语里可可以用啊 <laughs> 可以？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可以说啊 the、uh, 比如你可以说一个姓名的一家人比如 the the Smiths。 啊，um, 比如你说，哦，我们昨天不是买了一个新车吗？我们邻居 The Smiths 他们又去买了一个新车，而且比我们的贵，就一点儿。然后我就说啊，Yes，The Smiths，啊，<laughs> uh, yes, Smith uh, 他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They're always doing that。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的说法语气，然后批判别人一家人的时候，就会说他们的姓名，就是 The Smiths，The、嗯、Browns，呃、uh,，The Smith。 呃、uh,，siblings，如果是姐妹，the Smith brothers、嗯、或者 the Smith sisters 是经常会会这么说。那这个 I'm at rock bottom，平时也可以用吗？也可以啊，嗯，可是一般说的时候不会是 Ross 这种的用法，一般说的就是他现在，比如，呃，他呃刚离婚了，然后现在全部的东西都给老婆了，oh. 然后他现在天天就很惨，然后你就说，Yeah，he's at rock bottom，惨透了。 somebody is at rock bottom 对, he's at rock bottom 啊呀,这个, Jill, honey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you i mean you've needed to get out on your own anyway and you know when i did it I, I, at first i was scared but then look at me now I am the only daughter that Dad is proud of! Jill, honey,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you. I mean, you've needed to get on your own anyway. And you know, when I did it, I, I, at first I was scared, but then look at me now! I am the only daughter that Dad is proud of! 对,他就说, Jill, honey, ,亲爱的,亲爱的。他就说,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you。这句话也不错哟。什么什么，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ever happen to you。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虚拟语气，也有对,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嗯、哇，这是有史以来对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儿。对对，啊、哦，这个翻译真好。对，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you。这句话建议大家整体背下来。对，整体背下来，然后把它打成一个句型。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呃、uh,，to 某个东西，呃、uh,，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用法，就是现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 Rachel 要用一个虚拟语气呢？为什么要说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Why？y o u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怎么着？呃，也就是说，就是你这一辈子里面能发生的东西呢，是这一件事儿是最好的。OK，它字面的翻译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明他在考虑到一切以前的，呃，然后以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用虚拟语气。 呃，很多的学生想要学虚拟语气呢，就是经常会用，可是用的情况不太对。 啊、呃，那这个这这种的句子，这是一个定下来的一个句子的搭配，对啊、呃，可以把它直接直接把它背下来，然后多找机会说。嗯，对。其实你这为什么要说 could ever happen to you 呢？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儿呢，就是全部你这一辈子能发生的东西里面，是这件事儿是最好的。对，所以这个时候才需要用虚拟语气，因为会考虑到很多的潜力没有发生的事儿。对，可是有潜力可以可能发生的。 所以就用虚拟语气来因为有的事以后还没有发生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就背下来这句话背下来 This i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ever happen to you 对,对 could have ever happen to you 是不是啊姐姐说的这么绝对 I mean you've needed to get out on your own anyway 什么叫做 get out on your own 啊啊、呃、get out on your own 出家不不行吗？呃、出家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嘛。出家,出家就到 monastery 去了。哦、OK OK 啊、um,，独立生活，独立生活，离开家门，独立生活。好吧，sometimes Chinese is really confusing。出家就离开家可以，但不能出家。啊、哦。 出家就是要当当一个 monk 啊，对，嗯，好吧，所以 get out on your own <laughs> 就是出门，出门。自己独立，自己独立生活，叫 get <对> out。不需要依赖父母或者家人帮你，对，对，对。 啊，这里为什么 you have needed？对，啊、呃，因为这这也就是就是你已经很长时间需要这么做了，哎、<呀>对对，到今天为止，包括今天，就是你已经太依赖家里的的,的资源这一类的太长时间了，嗯、对，呃，对，就是对，嗯，美国人来说，尤其是美国人，这这个这件事儿呢是很重要的。 呃，很多的人十八岁就独立了，或者二十二岁，就是，然后如果你二十二岁后呢，还在跟家人，呃，一起你 you know 住呢，或者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 嗯，这、呃、丢脸的一件事儿，会被歧视。对对对，或或者需要跟家人要钱什么这样那样的，就是，呃，一般是不是好事儿。嗯嗯，嗯所以他就劝他妹妹说：“瞧吧，你这不迟早也都需要独立对你早就需要的，对，早就需要独立了。嗯嗯。嗯但是你看，嗯，他就说他自己，对，他就说、嗯、，And you know when I did it，你看我当年跑出来的时候，I at first I was scared。 啊，当然了，at first 一开始、嗯、，at first，嗯，I was scared，对，我也很害怕呀。对，然后他就说，But then look at me now，现在语气很骄傲啊。对，看，看看我现在啊，就说，I'm the only daughter that dad is proud of，我是我爸爸现在唯一引以为荣的女儿。<laughs> 对，他说这句话是因为当时那个他妹妹啊，啊，所以就是 Rachel 这个这一句话就发挥了那个 dumb blonde 的这个 stereotype，就是一般说这一句话是没问题的。 可是他唯一不能跟跟这说这一句话的人说，就是他妹妹嘛。当然就会让他妹妹 feel bad，因为他是想要让他，you know feel better。他要安慰他，然后居然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就是完全 very insensitive，对不对？是。对，然后就回到他老样子的 Rachel，就这一句话。你看,看，除了这一句话，剩下的都很好。I just can't believe him. I mean, how s he expect me to buy stuff? I just can't believe him. I mean, how s he expect me to buy stuff? 又来了。 我简直弄不明白，我这老爸怎么回事？我不敢相信。他说：“How does he expect me to buy stuff？”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一句话就是啊、呃，也是经常用的。然后有一点就是责备别人的才会用这个句型，嗯、就是 “How does 某一个人 expect me to 做某一件事儿？”期望我做某事儿？对。所以就一般呢，就是比如工作上的的时候，老板给你就是发一个任务，然后这个任务就是很。 有有点就是很变态，反正你没有足够的资源做这件事，他就说这个东西就交给你了，你想办法，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看着你，我说我们我们今年呃砍了好多个人，然后现在我都已经要做三个人的工作，然后还需要做这第四个，h o w does he expect me to finish。我可以说这一句话，所以就是这是一种责备别人，这不是一个真的啊，你觉得我应该，他是怎么觉得什么这样的，而就是一种责备别人的的一种语气和说法。 你怎么能期待我做这些事儿呢？对对对，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对>你怎么能够期待我做这些事儿呢？可是就是觉得普通话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这一句话。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可是就是、嗯、呃，可能最靠近的中文就是表达这种语气，就是怎么可能，不可能。我觉得太过分了。就是、我觉得语言就是靠感觉。对,对，然后这也还有包容一点太过分了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笑，因为他说的这个就是在他显得他爸爸很过分。 可是他自己是买了一艘船送了朋友，因为朋友说他的头发剪得很可爱。所以,所以这个 How does it, <对>怎么怎么样 expect me to 这个剧情是带有太过分的意思的。对，就是就是非常过分，都不考虑到别人啊，非常的呃怎么说 insensitive，呃，非常的嗯，<laughs> 就是不会考虑到别人嘛。对，对不顾他人的感觉啊，对、哦，太过分了。那他让我怎么买东西？对啊，你你说<对>啊。 这样我要怎么买东西？这太过分了他！他差不多是这种的，这种的说法。好，这个剧情因为很好，所以教大家连读一下、嗯。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记得是感叹，是责备别人，然后同时也说别人很过分。OK，然后这个这个呃实际发音是 How does he? 哎，先来第一段。对,对，How does he？对，那 Jill 这次说的时候呢，他就把 he 跟 expect 这就融在一起了，因为他说的非常快，哦、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不是一个呃，我们就模仿他的说法，OK？好，所以就是他说他说的 How does he X，就是 Z 跟 X 就直接 z X，How does he X 就是有点像这种的感觉，所、so、以 How does he expect me？ 的，How does he expect me 的？哦，okay, 是<对> How does he expect me 的 b e x p e d me 的。<to> 对，你也可以想成就是 expect 前面的这个 at 的这个音就给省略了。对对,对对对。记得我们曾经也学过 Excuse me，很多人会把这个 x 省掉，然后就说 Excuse me。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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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不对？这是一样的概念。对，啊<对><对>、嗯，有时候就会这样。那我从来没有教过，因为就是非常非常的。 Mm. how does he expect me to buy stuff? 啊啊,嗯, how does he ex the How does he expect me? Expect me to 对, how does he expect me to? How does he expect me to? 对, how does he expect me to? How does he expect me to? 对, buy stuff. 嗯, buy stuff. No, 然後這個時候Rachel就說了 well, well, maybe you just, uh, you know, you won't buy stuff for a while. I don't understand. Well, maybe you just, uh, you know, you won't buy stuff for a while. I don't understand. 然後這個時候Rachel就說了 Well, maybe, you know, you won't buy stuff for a while. <laughs> 也許你就,你一段時間之內就別買了唄。對,所以就是,嗯。 For a while，就一段时间内一段时间，对，啊、就别买了、啊、然后，这也你看一下、就是，这是这也是一个比较呃美式的一种表达方式。美国人大家会说很直接，对不对？西方人很直接，可是这种情况就是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呢，一般不会这么直接，除非我是老板或者什么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说哦，也许那个你可以，我不知道你你也许可以这一段时间就啊、呃、就别买东西了吧。 有点是人家非常婉转的这种表达方式，就就很简单呐、啊。你没有卡，你没钱，那你就不能买东西了。可是就不会这么跟他用这种的语气或者或者说法，对吧？嗯、就会说也许 <laughs> 是嗯。